世界新拍的草地非常的绿，而构成草地的就是草块，我们可以把它拿在手上。小伙伴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草块的左右两侧都有绿油油的物体？有很多小伙伴说它是草，错，其实它并不是小草，你们知道吗？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见过草块，请点一个赞。我和学姐发现，曾经老版本中的草块它就比较正常，它上方只是薄薄的一层小草，但是新版本中的草它居然长满了草块的四面八方。小伙伴们，你们看，我们拿出了迷你世界中的小草插在了草块之上，我们发现它是朝上长的，并不会朝左右两侧长。在评论区中打出2354，你将会知道草块左右两侧绿油油的固体它究竟是什么，并且我和学姐使用铲子开垦了草块。小伙伴们，你们看，周围变成了黄色，并且我们拿草插遍了四面八方，我们发现根本达不到草块没有被开采之前的效果，并且官方大大在草块的简介中也并没有写它左右两侧的绿色固体究竟是什么，并且我和学姐拿出了荆棘草还有枯草，我们插了上去，发现草都是向上长的，并不会向左右两侧长，所以这就可以证明草块左右两侧和上方的绿色固体它其实并不是草，你们知道了吗？